你们要找的人就在里面。奇力爷爷，没错，虎中之霸就是我的爷爷。脾气古怪的奇力爷爷。谁脾气古怪了？波比怎么没去锻炼身体，又偷懒？是卡卡他们要找你。奇力爷爷，虎中之霸真的是你啊？上次我不是说了吗？能举起机械爪的只有我呀。哦，原来您是这个意思。看来你们真是我的忠实粉丝呢，是要合照吧？不是的，我们想问我怎么锻炼？好吧。扭到腰了。爷爷，你要注意旧伤复发，不能再乱动了。奇力爷爷，我们来是想问您，为什么银河盗猎团要抓您？银河盗猎团？奇力爷爷，他们竟然还敢回来！当年那场外星人大战，是我破坏了他们的飞船。爷爷，你吹牛吧？老虎大街那个巨型机械爪就是证据，那可是我从外星人飞船上打下来的。太厉害了！当然，我虎中之霸的名号可不是吹牛的。奇力爷爷，镇上来了个神秘大力士，要挑战虎中之霸，举起那个巨型机械爪。什么？是谁胆子这么大？奇力爷爷，等等我们！虎中之霸还不出来，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大力士。谁要挑战我？你就是当年的虎中之霸，现在还是？没错，他确实就是虎中之霸。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把他给引出来了。按计划行动，今天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举起这个巨型机械爪的。哼，吹牛谁不会？琪琪，这个大力士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他的双手、双脚，还有体型，很像是……那家伙很可疑。三四郎，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了，起来！力气还真挺大呀！还有更厉害的呢，听我指挥，向前抓！错了，怎么操作的？有问题。据我推断，波布和莉莉莎也在附近，我把他们找出来。刚刚不算啊，再来一次，左边一点，右边一点。错了，往左边，那只机械爪才能往左。你没听到三四郎的口令吗？是右边一点。把遥控器给我，我来控制。不，应该往右，是右边。找到了，是时候让你们现身了。这是什么？他们就是想要抓我和奇力爷爷的外星人。果然是外星人盗猎团，竟然还敢来神奇星！不要让他们跑了！既然暴露了，那就直接抓吧。他们的目标是奇力爷爷。有我们在，谁也动不了奇力爷爷。太棒了，不愧是超级大力士。好机会，波比，快把那个遥控器抢过来。想抓我没那么容易。谢
现在该轮到你们尝尝巨型机械爪了。不要啊！霍布队长，我来救你。这些老虎们好可怕，要不我们先撤吧。我同意。不用撤，我们还有 B 计划。什么 B 计划？出来吧，智能鼓风机二号。是什么声音？他不是风车村那台智能鼓风机吗？这是升级版，更厉害。请叫我鼓风机二号。不愧是队长。现在没招了吧？抓住火虫之霸，软绵绵磁带发射。霍奇力爷爷，不好，子弹太多了。我的脸。我家的卡卡号可是防弹的。妈妈，你来了。妈妈，这辆车哪里来的？好厉害。这是你爸爸亲自给你设计定制的卡卡号啊。软绵绵子弹用不上怎么办？我管的是卡卡号还是奇迹号，鼓风机二号，把他们全部吹跑。遵命，我是比一号机更厉害的二号机。废话少说，最强风力。不好，大家快躲到卡卡号后面。好强的风，卡卡号快抵挡不住了。慌什么，我虎中之霸还没出手呢。队长，他居然能挡住这么强的风力。不愧是团长要抓到虎中之霸，果然厉害。快快快，加强风力，加强风力。干得好，风力再大点。你干什么？电力告急，请先接通能源。这么快没电，还不如一号机。都怪你设计的不好。知道厉害了吧？从前我能把外星人赶跑，现在也能。又扭到腰了。吉利爷爷，敢弄脏我的脸，我可原谅。好可怕，快逃啊！谁也别想跑，卡卡，快躲开！莉莉莎好可怕呀！莉莉莎，干得好，我会向团长申请奖励你的。任务完成，撤退。不能让他把奇力爷爷带走。琪琪，听我说，我们想办法启动那台鼓风机，借它的风把波布吹上来。交给我吧。波布队长先走，我们来拦住他。那就先解决你们俩。就知道你们会躲。你不要过来呀！莉莉莎，三四郎，时机刚刚好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即将有事的是他们。不要啊！
让你们见识一下虎中之霸的真正实力。好强的力量！哈哈，哎呦！这次全靠卡卡我才得救。罗比，你什么时候能聪明一点？向卡卡学习，多读点书吧。不！卡卡，你过来。从今天开始，这台卡卡号就交给你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爸爸还在外地忙着考古研究，这是他让妈妈转交给你的礼物。我太高兴了，妈妈，谢谢你们。有了卡卡号，我们就能去更多地方了。我们出发了，出发！各位，再见！再见！伯伯，火种之霸的任务失败了，都怪三四郎。没错，都怪三四郎。为什么又是我的错啊？